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近媒体间频频出现的词汇。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的权威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冯骥才撰文写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山西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异常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繁多，是一座蕴藏极富的宝库。2006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山西申报的32种榜上有名，其中就有传承了几百年的河曲民歌。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行至老牛湾突然折转，在一条狭长地带七弯八拐，或东或西，弯出一片开阔的平地，河曲因此而得名。河曲汉属太原，是西河郡宣武县驻地，宋代太平兴国七年建火山军，治所在今河曲旧城，以山临建，犹如凤凰单展翅，所以后人又叫它凤城。而统帅火山军的火山王，就是号称杨无敌的老令公杨继业。清乾隆29年迁河堡营，以后历经修葺重筑，发展到清末明初，河曲已成为一年四水流莺转，百货如云瘦马驼的塞北边城。河曲地处塞北，高寒地偏，自然条件恶劣，千百年来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久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同治年间河曲县志记载，本境地瘠民贫，养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但这块贫瘠的土地却处处洋溢着歌声。有人说是贫穷和苦难激活了智慧，是河曲人心中流淌出一首首宣泄苦难、抒发生命激情的民歌。苦难成就了河曲民歌，往往是世间最悲苦的角落，发出了生活中最快乐、最豁达的声音。堪称黄土文化奇葩的河曲民歌，凭借它什么样的魅力，跻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中呢？河曲民歌的这种进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项目当中，自然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首先就是它的曲调特别优美，另外就是它的歌词特别生活化。再一个就是河曲民歌里头反映出来的这种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啊，还有艺术价值，的的确确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啊，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啊，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它之所以被这个国家首批保护起来啊，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不太可能再产生新的河曲民歌了。
姐这么远呀，爹掉掉的小灰呀，那插曲子呀，姐小快好河里那流流呀，漂亮呀那漂，我活了那个巧人呀，笑脸呀笑。山西人称民歌的海洋，在山西民歌中，河曲民歌因其曲调丰富、高亢辽远、情感真挚热辣而独树一帜。河曲人爱唱民歌，早在唐宋时民歌就很流行，至民落走向繁荣。明代旧制就有户有弦歌新制谱，儿童父老进歌瓯，歌舞于市者唱凤秧歌的记载，人称民歌之乡。河曲人生产劳动离不开歌，谈情说爱离不开歌，心里有了烦心事儿，也乐于用歌声来表达。正像一首河曲民歌所唱的那样，心里难活我就唱，学会唱曲解心宽。说民歌是艺术，或许他们会感到诧异，对这些搬船的船工、种田的庄稼人、赶生令的汉子来说，那些珠玑般的民歌原本就是寻常日子的一部分。说爬上你在床呀，咋不叫个嘎呀，想着你那个妹妹，我就看不上个花呀。你看何曲人他自己那民歌里给他说说唱曲用调调子呢，学会唱曲解心宽，那学会唱曲那解心宽，叫他心里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通过唱就能抒发了。一首歌就是艺术，就是过去母亲啊，娶不过老婆啊，所以就拿这个调调，不会别的，就会唱曲，说你又你又想找我的，我给你唱两声，意思他也有这个唱腔，也有这个男女这个互相交流感情，这个对唱也有这个意思。一对对的那个月牙，哎呀呀，哎一呀嘛一个对对鹅，好比了那个妹妹，哎呦呦，哎。你呀嘛你和我唱腔说两个胖嘛，哎呀呀，哎哎呀嘛还了些地，好比这些山曲小调，不仅是世代生活在黄河边的汉子和仆役们苦难的日子生发出种种乐趣，而且让那些从事音乐研究的专业艺术工作者欣喜异常。1953年，作为领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任小新带领金香、苏琴等八人来到河曲采风。时隔半个多世纪，说起当年采风的情形，任小新仍然激动不已。我们那个时候是为了采风啊，先到太原，然后呢就听太原的音乐工作者啊跟我们介绍这个情况，他觉得河曲比较保存的这个民歌啊，这个原生态的比较好，我们后来就定了河曲。第一首民歌就是快要到河曲现今的时候啊，就对我们干脚的农民，他应该快回家了，快到老家以后他就唱起了这个歌来了。嗯的罗切那心的家呀，家里头丢下那一个朵朵花蕾，
你妹对妹妹说呀，哎，这个，我现在这个唱也记不住了。河曲民歌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使专家激动不已？它有着怎样的特点？它有什么独特魅力之处呢？请继续收看《一方水土》，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曲民歌。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专家们如醉如痴、激动不已？河曲民歌反映了哪些内容，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和大多数地方小调相似，河曲民歌也以反映人们的生产劳动、情爱相思为主。搬船、种田、背炭、打篮、分别、相送、思念、等待等，都是歌吟的内容。它语言生动，叠字叠词多，即使最抽象的情感意绪，在河曲民歌中往往也以具体可见的生活集锦来表述，透着河曲民歌特有的酸酪饭味。有河曲山歌是人们心声的反应，比如它有红萝卜白萝卜水根根，要想唱曲是真心情，那就只要唱曲必须把心里的话唱出，所以它的内容非常朴实真挚。河曲民歌还有个特点，就是语言里面还有个特点，就是它大量运用那个叠字。那么这个叠字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它这个叠字往往是一种表示一种亲切亲爱的，像小亲亲、小妹妹、小哥哥，他这种表示的就是一种喜欢亲爱。正是唱着这些酸辣饭味的山曲、号子，河曲人渡过黄河，走出河曲边陲小城，一次次登上了省城、京城的大舞台。1955年，河曲民歌手王玉秀参加全国首届民间艺术汇演，使河曲山曲风靡一时。1957年，那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河曲小姑娘张林燕、柳凤英以一曲《珍珠倒卷帘》又一次轰动京城。此后的历次民间艺术调研，最抢眼的总是这些喝着黄河水长大的河曲歌手。从此，河曲民歌和河曲民歌手开始走进高等院校、音乐殿堂，迎来了一个兴盛期和丰收季。50年代初、60年代中期这一段绝对是兴盛时期，家家户户在唱。我小时候睡在炕上，这半就是这半夜这串梦之下，男人们也唱。哎呀，唱的你我就听见。唱什么？能听见，他就唱小情情、小这小那些，反正是小念。第二天，你不等第二天就在下游投炭的，上地拖着后的，或者上又一场开了。就是除了睡觉、休息的时候、睡着的时候不唱，其他时节男女老少都在唱。当年那些参加汇演的歌手大多已经故去了，但在这块处处回荡着歌声的土地上，
一个个新的乡村歌手又相继在各种汇演和比赛中崭露头角，尽展风姿。新立山唱了几十年民歌，只要有大的民歌演唱活动，总能见到他的身影。近年来，他的歌录了音，出了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红人。出了名的新立山，日子仍是一样平静，一样劳动做农活。想唱了，就对着山梁和面前这条日夜流淌的大河纵情放歌。也许正是植根于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才能将一首首民歌演绎得那么绵长醇厚。啊，那船水上节目继续。风驰天下，大运摩托。雅诗丽阿法精装配方奶粉，营养全面升级，为宝宝健康成长提供充足动力。体力升级，智力升级，爱心雅诗丽健康添活力。把商品化的各种冲击，会不会使河曲民歌失去原有存在的环境呢？它会因此走向消亡吗？应该如何传承这种精神？请继续收看《一方水土》，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曲民歌。面对现代化的冲击，现代化商品化带来的种种变化，河曲民歌会不会失去原有存在的土壤和社会环境，而因此慢慢走向消亡呢？它必然要走上消亡啊！不保护必然要走上消亡，因为它的社会环境变了啊，社会确实是大踏步的往前发展了。你如果说呢，缺少产生那个民歌的当时民歌的那个土壤了以后，再重新我们现在重新说一些这个民歌上的这些这个在反映的时候呢，那种旋律再出现，这是不太可能的这个事情。民歌的这种消亡，确确实实的，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很快的消失一种语言或者消失一种文化，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不抢救肯定是不行的。人类学家曾经说过，民族的消亡首先是他的文化在消亡。因此，不管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一个民族深层次的精神激励，而河曲民歌粗粝苍劲风骨的形成，却有赖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次持续不断的移民潮。一首走戏口牵出了一段厚重的历史，更唱出了一对对痴迷恋人的幽怨和悲欢。清朝末年，一位叫孙玉莲的年轻女子新婚不久，丈夫就要走西口离家远行了，千叮咛万嘱咐，一首撕心裂肺的民歌《走西口》家喻户晓，成了一段历史的生动写照。走西口的歌声对河曲人来说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人们总是时不时地翻开来瞧一瞧看一看，也寻一寻青春时的记忆，找一找叠印在心间的梦痕。河曲民歌因了这些走西口的人而产生了大量分别思念的情歌。与其他地方的情歌不同，河曲情歌就像奔流的大河和大河上奔涌的濒临一样热辣粗犷，即使缠绵悱恻的情恋也烈似火眼如酒，悲即悲的撕心裂肺，爱就爱的死去活来，少了几分小儿女常有的细腻和柔媚。身居大山，他们的爱不用美丽的山花枝叶交接的莲藤起心，溪流银回，他们的爱不以盈盈秀水借喻，他们的爱却常以生活的情景来表述，煮饭的山药蛋，亮盈盈的玻璃窗，甚至做饭的大锅盖，通俗和庸常中透着特有的亲切。河曲民歌那个表达法，它特别细腻，特别具象化，就把那种非常受人煎熬的那种情绪，那种内在的那种精神东西，它能用一种非常感性的、非常实体化的东西表现出来。比如说，想你想到吃不下饭，就听着非常的幽默风趣。在河曲情歌中有一类独特的爱情吟唱，这就是为朋友。在一个旧的封建礼制统治人们思想的年代，多少青年男女婚姻难以自主，热恋的人无奈分手，不爱的人牵手结缘，但他们仍然执着地爱着，追求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爱情。而走西口的丈夫归期难定，甚至生死未卜，那些待在屋子里辛勤操劳的柔弱女子也借为朋友寻觅着温情和支持。谈这个地方相对的，我们说是一个边缘地区嘛，他说在经济上各方比较落后，那么这里边这个落后里边，那么文化的落后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说他文化落后，就说明他受那个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还比较少啊。那么他就是说更多的一种更尽情尽兴的表达他自己，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
啊，就是说女性在这个过程歌种的这种心灵上的、精神上的啊、生理上的那种需要，她都可以通过一个现实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琴，应该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补充啊，就爱情。我家生下的呀，只有一个大是那一扇上不了墙，带走那位马儿呀到我家，好啊又不如咱来远西。因朋友而痛苦，女人守着家，守着空的屋子，守着和城的希望，一天的带着走着街。然而这带却是一银，也是三五载，也许散长一生。过千方皆至劫灰末水无忧，苦熬盼了一辈子，也许生命的头是当年一步回头掉着泪但去了快的小伙子都没有回来。这些痴痴的痴的女子，她们等一人经葬河水客他乡。河人连七月五的放灯，据说就是祭那祥林的水鬼。一河灯代表一个孤魂，人小心翼翼地把河灯放水里，谢谢永留儿子河灯能那些在他乡灵魂带故乡。也在一盏河灯顺水飘的时候，走戏歌声中，在一连续千名嘱咐，这些安传的子又解返程下河去了。虽说只是乡间山野簇的戏银，却成为人们寻和历史和河地域文化的最入口。这些土调扎的戏曲民歌，竟成了我们今回望历史、寻和地域文化演员脉络和踪迹。倾听着历史的根脉，每从创造文明，我受着那同时，去更多让道完成。这民歌的悠久是，当华文明的种在古老的土地上动的时候，是国家非物质文遗产项目或全民歌即破而出。同一时间，欢迎看《方水土》，怎么非文化遗址或全歌。